今天出来以后天气超级冷，今天我们打算去剑桥玩一玩，要先去 King Cross Station 买张火车票过去。著名的九又四分之三车站，那个是 Cambridge 的，为什么没把那个 platform 显示出来呀、啊？还没到时间。刚刚我们发现我们的 WiFi 断了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发现它进行这种骚操作。做网页更新完了以后，竟然就自带谷歌地图了。你按住直接说话。Please hold down and speak directly. 那边呢就是九又四分之三车站。这个火车的速度简直可以急死人呢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Cambridge 了，然后下着点小雨，就是温度间已经很低了，现在雨越下越大了。我看到了啥？我来试试这个辣酱。这哪里辣了？一点辣味都没有。这个芝士小时候特别好吃，不过国内好像没有这玩意儿。剑桥书店去不去看一下？走走走走。我们刚刚从那个书店出来了，书一本都看不懂，倒是买了一些明信片和书签。我现在到了 Trinity College， 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圣三一学院。我们现在想找徐志摩的那个叹息桥，不过这边有一个桥，那边还有一个桥，桥太多了，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个，马上在地图上再查一查。轻轻的，我走了。正如我轻轻地来，一天的云彩。盼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，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，软泥上的青荇悠悠地在水底招摇，在康桥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，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。寻梦撑一只长篙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。这条破破烂烂全是泥的，就是著名的叹息桥。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。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XP313这个配置买这个价格，史诗多了。现在雨已经停了，然后又开始出太阳了，但是外面的温度还是很，就是从建筑物里面出来以后呢，还是觉得很冷很冷。真的好吃。刚刚吃饭的时候发现 normal 的香气更新了这个鱼眼香气，你来试一下。真的到伦敦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变成一个小矮子，随便一个人都比我高。来了一个像新城市夜猫子的地方，好像有很多摊摊，我们去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这种酒吧要先站到外面，然后喝酒，然后站着或者还是等着进去。会不会因为是里面没有空调太热了？